刚刚我有听到国民党团一直喊着说要让阳光进入国会，可是我看到这个三读的文字修正案之后，我只有看到两光进国会。老实说啊，我刚刚没有向韩院长鞠躬，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两光的院长。刚刚我有听到国民党团一直喊着说要让阳光进入国会，可是我看到这个三读的文字修正案之后，我只有看到两光进国会。老实说啊，我刚刚没有向韩院长鞠躬，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两光的院长。为什么？从来不可能有会出现三读文字的时候还进行实质内容的一个修正。就以这个内容修正当中，我们看到如果说企业民间团体他不提供文件资料或物件，你就要处罚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，而且在2个月以内寄出处分书。我就问啊，如果你要进行行政处分的时候，那行政救济的管道在哪里？你有书院委员会吗？你有让人民策令处的空间吗？完全都没有。那当他不提供文件的时候，啊，人民讲1万不要叫，10万不要叫，啊，傅昆萁，你要叫上一套1万呢？啊，两家一套，两家讲无啦，因为行情无10万，我无一套，含无油耗，油耗一套，嘿，啊，油耗讲谁让我套？根本我汉超刚好我就一套，唔是啊，这部法伫恁大家辛苦的位拢拍有滴拍出来啊，各位，咱大家拢是辛辛苦苦经经济站的。不但是你学有专精进入台湾的国会，或者你努力基层进入国会，结果你进来国会不是打架通过恶法，不然呢要执行这个恶法还要用特小的方式，这敢是你懂的是进入立法的初心。我要来讲，这部职权行使法通过了，立法院会变作啥会？泄密的大平台啦！中共若想要摕到国防机密，为立法院来摕到会使啊。那这部法令通过了后，立法委员拢会当透。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谢谢郭国文委员。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17号。